袁甲寅损失最为惨重，他们应该头一个拿到军需，可如今连件东衣都没有，怎会有这种事？你是军需都院使，你不知道啊？电视剧《迦南传》正在热播，剧情发展到现在，明眼人都能看出，赵孝就是个无勇无谋的二愣子，跟李谦简直没法比。 他身上唯一的优点，可能也就是有钱了吧。一开始，赵孝根本没把李谦放眼里，还认为他根本不配跟自己抢江宝宁。可谁知江宝宁最终还是嫁给了李谦。赵孝气急，此后他无论做什么都要跟李谦对着干。边疆大营中，李谦正在为没有军饷而发愁，没想到赵孝竟听信小人谗言，将父亲给他的大批银两都拿到了地下钱庄之中。赵孝本想通过这一手段钱生钱变出更多军饷。 没想到最后弄成了血本无归，皇帝得知此事勃然大怒，当场下令将赵孝押入死牢等待问斩。就在此时，李谦突然站了出来，他跪地请求皇帝开恩，表示自己会从敌军手中抢回足够的军饷，若不成就陪赵孝一起死。听到这，赵仪乐坏了，他巴不得李谦、赵孝都死光，那样江宝宁就是自己的了。也不知道这对赌协议会有个怎样结局呢？